制药莫如骄子。对于父母来说，除了自己的事业之外，更重要的那就是孩子的教育。接下来为我们分享的是来自北京的张选和谷爱凌夫妇，掌声欢迎。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事业和孩子的故事，请听。我有三个90后。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领导，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张选，来自北京，我们公司是主营煤炭的，这是我爱人郭爱玲，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那个我们有三个孩子，都在学习这个传统文化，我们是去年7月份开始接触传统文化的。我呢先说一说我接触传统文化的变化，对这个事业，对那个自己有些什么改变，完了最后让我夫人给说一下我们家庭的变化。我呢，其实我要说的主题，其实我接触传统文化以后，我就觉得生命就是一种爱。真的，如果我们每个人知道用付出生命换取爱，我们也可以用付出爱去换取生命。如果我们每个人知道了这一点，那一定就是成功了一半。那么其实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追求金钱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欲望的时代。这个时代我觉得真的缺少爱，这个时代真的需要传统文化，需要老祖宗的智慧，也需要弟子规来指导我们。过去真的去做的一些都是些自私自利，真的是从来都是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着想。当学习完弟子规以后，学习完传统文化以后，我才觉得当你真的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其实为你着想的最少。当你真的焦点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其实为你着想的最多。当你真的让周围人所有人满意的时候，那么你的满意是最大的。如果过去就是为自己满意，但是如果你只是让你自己满意，不让周围的人满意，那么你的满意一定是暂时的。我真的深有体会，过去做一些事情，真的做一些事情，过去真是定了目标就是奔那个目标去，不择手段的去奔那个目标去。后来发现真的达到那个目标真的困了不了几天，完下一个目标又来了，所以老是在老是很不快乐。学习完这个传统文化，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过去真的我学习传统文化，才知道人生是一座旅程，而并不是结果。如果我们的旅程不愉快，就是达到结果也快乐不了几天。为什么真的连我在内有许多许多的人，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享受自己的生命之旅，甚至徘徊迷失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他们在一团迷雾当中真的辨不清方向，也时常看不出人生的真相。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没有学习老祖宗的智慧，没有接触到弟子规。后来接触了传统文化，才是知道真的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幸福，如何去经营一个人的人生幸福。后来我真的学习传统文化，才发现什么是幸福。原来幸福不等于财富，因为财富可以量化，而幸福无法量化。幸福也不等于快乐，因为快乐是一时的，而幸福是一生的。幸福真的是真正的内心那份喜悦。幸福也不等于成功，因为成功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而幸福是自己的感觉。过去真的没有那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爱。如果一个企业家真的，如果一个没有爱心的企业家，他一定是只赚钱而不快乐的。
如果一个没有爱心的企业家，那绝对赚不了大钱的，我真的深有体会。后来是做接触完那个传统文化以后，我们的业绩真的做得也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就是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就为对方着想，让对方满意。后来这接触完传统文化才知道什么叫三赢，一定要先让对方赢，再让自己赢，更让社会跟国家赢。真的做到这样了，我们的真的那个事业就越做越大，做得很痛快，就是为别人着想嘛，先让别人满意嘛，完了自己就是最大的满意。学习了传统文化，我们也认识到，完了跟去年开始做了很多公益事业，跟去年开始我们就建了一所希望学校，今年也建了一所，今年也建了一所希望学校。说到建这个希望学校，我一定要感谢那个我的爱人，还有那个还有就是在这个。这次会议也做出了从头忙到晚，有一个王姐王玲，不知道在场没在场，是他们两个人一直在跑，真的去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帮助那些最穷的地方。我呢也没时间跑，只是出点钱而已，是他们在辛辛苦苦在跑，在做这些事。所以我跟我爱人也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们要真的就每年去建所希望学校。今年建的那所希望学校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一个也是我们老家，我们老家是大坨的，在老家大坨的一个天津县。他那个地方是去年地震以后他就把那个他那个学校就称为危房了，那个房就不让使用了，都给贴了封条，这不能再用了。所以呢他那个学校一共有98个孩子嘛。98个孩子就没地儿上学，只能到可能10多里之外的一个乡里面去上学。政府一时也可能抽不出钱，所以一直在停的，就好多孩子都没地方上学。现在就是有他那个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因为都大了，都可以到那个乡里面去上学。是一年级、二年级，还有一个半年级是没地儿上，就那一间房子。我们去了以后发现就那一间房，一个小孩就说是那个三个年级就在一个教室里面上学，说是那个这一列是半年级，一列是一年级，这边就是三年级，就是一间房分了三行，排了三个队。所以说那个这个传统文化真的那个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是帮助太大了，对人民也是帮助太大了。真的是那个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应该去像有这么多那个义工，这么多老师都是真的是辛勤的耕耘，无私的奉献，这默默的付出，真的应该把这个传统文化的就深入到家家户户，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渗透到世界上有人类的地方。我觉得都需要这个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文化。你说起这个这份爱，我一定要说这个，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汶川地震，真的，我们中华民族能延绵5000年，我们中华民族也真的，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为什么那个在历次的灾难当中都真的能挺过来？其实这里面真的有老祖宗的智慧，也有那个这个传统文化，也有这一份民族精髓在这里边。当我这个汶川地震真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份爱，我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真的最关爱生命的民族。那些外国观察家真的深有感受，深有震撼。就是当汶川地震去年的五月十二号。14:28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们敬爱的那个温家宝总理就在5个小时内就赶到了那个地震的现场。他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余震的危险赶到了现场。赶到了现场，他就说着，真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真的有一切希望，也要尽百倍的努力。那像外国观察家说，这样的哲理真是不可复制的，这样的哲理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哲理才叫父母观。
所以后来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我们数十万就业大军就到达了现场，就到达了现场。那些外国观察家说，这才叫子弟兵。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就是那个谢学的部队、谢学的队伍堵塞了交通，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是个人捐款就超出了好几百亿。所以那些外国观察家真的看了以后，说是真是那个太震撼了。真的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说这样的民族真是关爱生命的民族，这样的国家真是以人为本的国家，说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真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能延绵了五千年，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每个人、对每一个家庭、对每一个团体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我就让我那个外人说关于家庭的事说一说。我是一个出生在一个农村贫穷的一个家庭的女孩，家里头姊妹七个，我老六。其实一直以来我就做了一个夫唱夫随的角色，一直就是说是自己也没有文化，知识也没有，但是我随从的丈夫很有福分，他们都说我有福分的，就20年前就定居在北京了。现在有3个90后的孩子，刚才听到一个九零后的孩子折腾成那样，大家可想而知，我这个没学过、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更没接触过传统文化，又带着3个90后的孩子，我们家当前是什么样子，我估计大家也想个差不多了。反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简单的就做一些这个没接触传统文化以前我这个孩子和家庭这个状况。这个90后的孩子和这个没有文化又没接触过传统文化的这个家长去接触的一个家庭，当时我们夫妻俩来到了北京以后吧，一头扎进了一个目标，就是赚钱，因为没有钱万事都不可以成的，就赚钱。赚了钱以后，90后这三个孩子以后就一个想法，我们不会教育，我们拿着钱去让别人给教育去，就这个想法。老三上1年级的时候自己不教育，送到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家里，我是这么想的，教授家的文化气息高，清华的教授送到人家家里头去教育，老大、老二送到贵族学校，找北京市最好的贵族学校，1年3万不行，咱有4万的，咱就到4万的，哪个学校好，咱就送到哪个学校，就本着这个思想去教育孩子，可想而知，几年下来，这孩子一个不是一个的样子，哪个都说是跟刚才那个女孩有点差距，没到了那种程度，但是大家可想而知，也是一个不成功的三个孩子。但是我觉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很有福分很有缘分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传统文化，刚开始的是学到了北京文林公司庞子东老师的一个中级商业智慧这个课，我的丈夫先学了，回来以后就告诉我这个课程传统文化课很好，我跟着就学，学完了以后确实挺好。完了我三个孩子也报了这个班，我们三个人在2年的时间就同时在变化，就是传统文化的变化。为啥今天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分享这点事儿呢？因为在前不久2008年的过年的时候，会务组主办方的一个老师去过我们家，看到我们家的和谐，看到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变化，礼貌懂事，看到我们家三辈祖爷爷奶奶也接过来，从大同的老家接到了北京去居住。他说你一定得分享，我说不行，我没有文化，我不会说话，我不能上台分享。包括说实话呢，昨天晚上我就定，我说我不能分享，我啥也没有，咱看到了大家都是什么节目主持人，什么电视台的，什么教育家，什么企业家，咱说句实话，咱没上过学，家里穷，文化不高，知识也没有。我说不行，我不能分享。但是我丈夫很激励我，他告诉我一句什么话，
他说你忘了，但是咱家没钱的时候，咱儿子和人家其他家孩子比的时候说，你会骑没有座的自行车，儿子没有自行车的，没有座的自行车还敢跟别人比呢？你没有文化也可以去上台分享。哎，这句话激励了我，我说今天就满头大汗的上来和大家。说说这点管他好与坏呢，我也是个心意，能贡献给大家点什么大家就贡献点吧，贡献不了大家也多多包涵。我只说什么呀，这个传统文化这个东西吧是真的好，就这没学传统文化以前，我这个没文化的人什么情况呀，没文化有钱，钱多，赚的钱到了什么程度，我今天也就忏悔忏悔吧，赚了钱买了汽车，我老公有一零七年那会儿问我咱家买了几个汽车，让我数数，我数不清楚就几个汽车。你说这个钱多少咱不说，这汽车几个咱不知道，什么宝马呀奥迪呀，哎说奥什么奔驰呀，要啥有啥，咱不知道几个汽车。完了花钱呢咱又不数数，你可想这三个九零后的孩子。我那老小十一岁那个儿子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阿迪达斯的代言宣传人。那穿的衣服全是阿迪达斯的名牌，那一双鞋都是800的，没学以前那柜子里头三个孩子一个人都够十双鞋，都是阿迪呀什么耐克呀，就这种情况过了。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咱也许这到现在那将来什么样子可大家可想而知吧。但是08年接触了传统吧，这两年的变化，这两年我们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明白了一点，咱不识字不怕，但是咱可以力行，咱知道他一句咱做到他一句，咱做一句就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咱先把老家的爷爷奶奶接过来，这第一步吧，这就孝敬父母，先从自己的咱爸咱妈开始，咱享福不能把忘了咱爸咱妈嘛，把咱爸咱妈接着住的一个屋里头，完了以后从我先孝敬父母，关心公婆的吃住穿，完了慢慢这孩子也在变化，我也不拿钱去瞎花了呀，这钱多不能说是那时候是有个这说到这儿了，又说那时候有个啥想法呢，这挣这么多钱不花这死了干啥呢，没有方向。完了以后是在去年08年听了陈大慧老师的那个汇报，我听明白了一句，这一句在我心里头现在估计还能说出来，那就是叫惜时惜衣，不是惜财，那叫惜福呢。我把这个意思其实我也明白一个啥，学到悟到做到，这是很重要的。我这句话悟到了什么了，这句话悟到了这个福报大不等于说你花钱吃穿，并不是说是你花完了钱，其实把你的福报都花完了，这未来孩子那么多，你把他福报花完以后他是个什么状况呀，我没文化，我悟到了这点了，我不花钱了。哎，我那个刚才那个电视台那个主持人说格物呢，我不懂格物，但是我懂得别浪费东西别花钱。高档衣服了，我丈夫今年不买高档衣服，去年开始就穿旧的衣服，也再不买，以前30000的衣服也敢买，20000的衣服也敢买，也不知道为了啥，那什么我听明白，那叫欲望，那叫无止境呢，越走越高，那叫无止境的欲望呢，那真的不好，那叫无止境的欲望，那你有30000有奥迪宝马，完了还有好多好多的，那汽车多了没用，那折服呢，自己理解了，就这个完了以后三个人都上着传统文化的，五个人都上传统文化的课，越来越懂得了，后来上完了以后三个孩子跪在那儿给我哭得稀里哗啦，妈妈以前咱们不懂事儿，咱们都做错了，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可以从传统文化这个方向做，背弟子规，我丈夫三个孩子过春节的时候排着队背弟子规检查，我背不会，我就记几句做几句，我不会背，我到现在没背会，我背不会，我真的笨，
他们背我听，我听的悟到哪句合适我做，我下来就做。他们都会背，我但是做。我做，孩子也做。现在就说是咱们时间关系，不要展开再讲这个没用的了。现在这孩子到什么程度了？那个老三，人都说呢，两个姐姐一个儿子，这孩子难教育，是有点难教育，因为太娇惯，不是难教育，因为是教育的方法不对了。完了以后，这孩子今年什么情况？在班里头承担了班长。这次全海淀区，北京市海淀，他在北大附小上学，全海淀区学霸一个，60大庆的旗手，就举旗的旗手。老师说这孩子合格。选拔了到60大学举旗了，这个老以后把那个学完传统文化以后思想转变了，不上私立学校了，咱到公立学校上。私立学校咱孩子让大家熏陶呢，他比他不比做不到，咱回家两天的时间熏陶传统文化了，到了学校又大环境又熏陶了，咱到公立学校。到那孩子都没钱的点去上学，孩子都不上私立学校了，这个也省钱，也对孩子也是一个转变的地方，明白了。这两年的时间，二姑娘今年高二，今年开家长会期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谈话，说是这个孩子到目前的状况是全校第二名，永远都不超第四名，他考个清华北大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这两年的成就。还有一个什么？为啥这个主办方这个老师非得说让我给分享？我说我真的不会说话，咱词语不会组合，没学过这词儿，不会组合。你说非得让分享，我说就分享吧，就说说这个不组合也不组合吧。这孩子去了是啥情况？他去了我们家以后吧，看到那三个孩子走到哪里。他现在习惯了，知道这个传统文化的重要，这鞠躬的好处了。走哪儿，叔叔好，鞠个躬。在那个社区，在我们楼房住的，那楼房25、26层楼房住的，那好几个社区的叔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说是谁家的三个孩子，谁给教育的这么懂礼，就到处就问。其实不是谁家的谁教育的，是传统文化《弟子规》教育的，咱不会教育，《弟子规》教育的。完了以后，后来做什么动作？我们现在这个家庭是一个星期小谈，我们叫家庭小话呢，就开个小话，做个笔记，每次一个主持人，一个记录员，这五个人，爷爷奶奶啊，记录这周互相沟通，谁的心里头有什么想法，发生了什么事情。完了以后还做一个计划，一个月我们做一次什么活动呢？我们就是，敬老月、孤儿月。还有我儿子发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儿子跟网上头查的，有一个北京宋义区有一个什么呀？那个有200多个孩儿，都是家长都做了节育，这些孩子们就是不仅是在财务上需要资助，而且是心灵上需要资助。我儿子就发现这个地方，我们就跟这个地方联系上。我儿子去，我说儿子说的，我要去把这些我的心灵，我把我的想法去跟这些孩子们去沟通，让他们也积极向上。我们不仅资助他们，我们也有钱有处花了呀，资助孤儿、敬老院、盖希望学校，这次知道钱的花处了。以前花钱买阿迪的，以前买阿迪买耐克的钱都花到。给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盖希望学校那都是特需要钱的地方，那孤儿院的孩子那需要，这真的懂得钱应该往哪花了。以前不知道钱往哪花，这次明白了。但是我说我明白了什么道理？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虽然是作为一个没有知识的女人，但是我能知道啥呀？这个和谐社会需要先从自己和谐，和谐自己的。写自己的心声，我没有别的，我每天有个微笑，我见谁都微笑，我鞠躬，这我先和谐我自己，然后以我以点为面，我带动我的家庭和谐，带动我的公司和谐，我作为一个女人，然后这个社会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和谐，因为我们公司的和谐，这个社会也和谐了，这个我这个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好会也就这个这了，大家原谅包涵，谢谢。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张选夫妇精彩的分享，谢谢。昨天晚上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善根福德因缘啊，什么叫善根呢？看看这位妈妈，啊，没文化，这不识字，说不出连说不出文绉绉的词汇，有善根，啊，说了就懂，有福德没有？懂了就干。2008年又碰到传统文化，有这个因缘，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一应俱足，这个煤气罐啊，这个灶啊就点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妈妈，我们想到了孟子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据说也没有文化，啊，为了孟子的成长三次搬家，啊，智慧，智慧跟学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啊，放到最后，啊，那个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刚才这位妈妈说的，我先和谐我自己。这句话大家可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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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忽略啊，出自于他的口，实属难得。他说完，我一心里一惊啊。这句话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旨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能跟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自信和谐起来，万事皆办啊！谢谢这位妈妈，谢谢她的善根。我们都说菩萨是迷信，这不就是菩萨吗？啊！说菩萨翻译成中文是觉悟，这个妈妈多有觉悟啊！我再次向大会提醒，明天早上的讲课我不讲了，给这位妈妈讲。谢谢大家，谢谢胡董。